开车了。哎呀，你打他干什么？你继续往前开啊。秘书长，我们还是回撤吧。说好了，我去前线慰问伤员，这里还算不上什么前线吗？可再往前就更危险了，下关无法保证您的安全呢。几十万将士为国捐躯，我渡河不可。Thank God you're alive. Madam. Wake up now, please. Open your eyes. Look at me. Oh, God, she's unconscious. Maybe only God can wake her now. Oh, I know. Madam, your face is muddy. Your body's muddy. Your clothes are all muddy. You're a beautiful woman. You can't look like this. If you look like this, the whole world will laugh at you.围着我干什么？Help her up. Come this way. 快走，快快。Madam, rest a bit. Are you feeling any better now? I cannot breathe without feeling pain.I think I broke my ribs. I'm afraid that only leaves us one choice. Going back to Nanjing. Of course. You're gonna go greet the soldiers at the front. With a smiling face, with a happy face. You can't look happy like this. If needed, I can always smile. Let's go. Let's go.别装死了，就胳膊上打了个洞，顶多摔个脑震荡啥的。醒醒，醒醒！我这是在哪儿？哎呀，你要还认识我，就知道自己在哪儿了。去跟队长说，人没事了。怎么样？我枪呢？拿着，汉贼不两立，开枪吧。你这是委员长在民国25年说的话，现在是民国26年。队长。哎，这是我们沈队长，沈以勤的哥哥。你好。没认错吧？他就是报纸上那个高志航。咋能错呢？我跟你说过，他当过长官呢。你的名字在延安叫响了。朱毛代表八路军、新四军联合发电给南京，向淞沪大战的国军将士表示敬意。谢谢你们救了我。我现在想知道，啥时候能让我回建桥？我们正在和南京联系呢，应该是
3天之内的事。谢谢。请进。秘书长好。嗯。我代表所有空军将士来看望你。今天各大报纸的头条消息是，夫人堪称抗战楷模。过誉了，过誉了。有什么好消息带给我？哦，您那天到前线慰问的时候，四大队沈以勤用自杀的方式重创了加贺号航空母舰。哎，怎么才告诉我呀？那天您住进了医院，昏迷不醒。日方什么反应？日本国内的舆论一片震惊，称我方的阻截终止了日方3个月王华的神话。很多女人啊，都哭到街上去了。又据说，日本空军新近流行一个咒语，说要让谁倒霉，出门就让他遇见高志航。哦，对了，高志航怎么样了？如实报告，他受伤了。迫降后，人落到了皖南新四军游击队的手里，不过伤势不重，我们很快就会把他接回来。坦诚地告诉我，你对这场战争乐观吗？乐观。理由呢？理由之一嘛，古人有话，义者百世之始，万历之本也。这场战，中国是正义之师，战万历之本，该赢，而且必须得赢。你我都不想当亡国。我跟贵党的上级军官有接触，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乐观。我的乐观和他们没有关系。我知道，我爹、我娘、我闺女、太太，还有大老刘，大老刘是我的外甥，跟老家长破鞋的。啊。还有我的勤务兵和弟兄们，他们都想赢。中国能不能赢，关键在他们。再说别的理由呢，那就是你们共产党了。怎么讲？要不是我亲眼所见，真不相信你们抗战是有诚意的。可我什么都没说，你知道吗？同在一个抗战序列，南京只划给了我们抗战的地盘。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枪支、弹药、粮饷、药品，所有这些都靠自筹。刚才报告的军官是营长，穿得像叫花子似的。我们就靠这样的条件，拖住了日军驰援上海的一个连队。那你应该直接去南京，找委员长发牢骚，啊？为什么不说说我弟弟？非要等到我问吗？你就直说吧，我和你一样，都是从死人堆爬出来的。沈以勤驾机撞成了加贺号，他留了一封遗书，我让勤务兵寄到你们老家去了。里面有一段是说到你的。他说：“请转告五哥，因两党两军之嫌隙，多次见面，都与有抵触。而今有了共同的敌人，终于可以牵手牵毫。所谓琴瑟，和鸣者也。”母亲，姓沈矣。
高志航被接回南京后，先在杭州广济医院接受治疗，而后又转去了武汉一家医院。按医生给出的诊断，他伤口痊愈至少需要4个月。这样，1937年的9月中旬，他被一架专机送去庐山疗养。那是一段静谧的时光，战争远去，陪伴他的是美食美景，还有两个女人的悉心呵护。哎呀，老大呀，你说你这，你整天撸的个驴脸，你差啥呀？啊，蒋委员长不是奖励你15000块钱吗？咱有吃有喝的，我们娘俩还陪着你笑脸，你说你这，你就真是个英雄，你也不用在家人面前装啊。怎么样，爸妈惹急了吧？我烦心的事儿和你们没关系。那你哑巴了，连个屁都不放啊？前天我和南京通电话，说剑桥机场让日本人给炸了。昨天呢？昨天报纸上说中国空军已经不复存在。今天现在呢？上午广播里讲说日本人从海上增兵上海，他们从金宫亭、金丝娘桥、金山卫、金山嘴、曹靖这几个重要战役点同时登陆，再往下就该是黄浦江了，那可是战役的临界点。你跟我说这些，你说是我懂啊还是他懂啊？柳良他妈懂。我可不懂，你来庐山是养伤的，养伤需要好心情。日本人要是过了黄浦江就会占领松江地域，到时候沪杭铁路会被切断，北面日本人要是冲过苏州河，那上海的70万国军就会背负受敌，这样那样就扯犊子了。你跟我说这干啥？你说这不让我着急吗？你说呀，你妈呀，啥忙都帮不上。我要是能变，我就变一个炸弹，我大卸八块。不行，我变个二踢脚，把他妈崩了，我这心里也舒服。你说，妈呀，妈就是个没用的人，你说就能把你带的孩子做做饭，妈还是个臭嘴呀。连哄你都不会呀，妈。妈，不该跟你说这些。长官，咋了？蒋夫人来看你了。在哪儿呢？在你房间。你妈呀，看我干啥呀？快撒丫子！哎，把这个给他，去。剑桥机场被炸之后。日本人放出话来，说中国从此再无空军了。秘书长，我们还有多少飞机？损失惨重啊，只剩下30几架飞机了。程程刚刚给我来过电报，说日本空军恣意横行，我们的各路守军只能徒自望空心叹。秘书长，如果你能够解决飞机的问题，我可以向日本人证明中国空军依然存在。就想听你这句话。下面说的每一句话你可都要听清了。是。因为海上空中的交通线都给日本人卡死了，委员长决定用高价收购一批苏联的雅克战机，第一批货一周之内就可以到达兰州了。但是我需要找到一个可以类比高志航的指挥官，带领飞行员前往接机，并在短期训练之后
重新投入淞沪会战。不用累，如果秘书长信任我，我愿意亲自前往。可你这伤口还没痊愈呢。我还有右手，右手一样拉操纵杆。我问过医生了，如果你这伤口复发了，你这左臂可能致残。国事为大，伤势为小。好，那你更要听清楚。我和周志楼商量了，准备向委员长建议，改组空军，重组驱逐机、轰炸机、运输机三个大队。你将出任驱逐机大队的司令。志豪会以行动汇报秘书长和委员长的信任。好。就这样，高志航没在庐山待几天，就赶回了杭州的笕桥。据叶荣然的回忆，高志航在下山的路上不停地哼着歌，谁也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。老兵，就剩你一个了。两个，各守一个门，支援留守。其余的人呢？除了死的伤的，没剩几个了。上头有话，四大队临时遣散，编到其他的部队了。本来我也可以撤离的。那你为啥？滚呐！四大队姓高，及时滚。我也要等您的命令。听见了吧？没有啊。仔细听。通知四大队所有活着的人，就说高志航回来了。是。来来来，我听好了啊！我下面宣读一下命令，都坐下，坐下。资调生，驱逐机第四大队队长高志航，为新建驱逐机总队司令长官。同时兼任辖下第四大队队长，此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。我还要告诉诸位啊，我已经取得了上峰的同意，如果我阵亡了，由第二大队队长李桂东兼任我的职务；如果是李桂东阵亡了，由第三大队队长刘翠刚接任李桂东的职务，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我听说你那个四大队长的兼职是毛邦初的建议。我也听说了。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只知道上海快守不住了，白崇禧找老头子哭闹，说队伍再不撤下去，这队伍就都得垮了。委员长让我当这个驱逐机总队司令，是为了让我守南京。这就对了。啥就对了？
据说蒋夫人在会上特别提出，念及你的伤情，说驱逐局司令以指挥为主，可以不驾机。毛邦初不好反驳，只好让你兼任第四大队长，你想不驾机都不行。不是，你究竟想说啥呀？毛邦初想借日本的手干掉你，知道吗？现在正是战时啊，应该竞争团结，别说这些挑拨离间的话。好，算我没说行吗？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不然你早晚一天会死在他手上。上次你落到西四军手上，毛邦初就向军统人放风，说此人一向有反骨，若是投奔共产党，后患无穷，还不如趁早。哎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我让军统的朋友把资料给你调出来，连行动计划都写好了。后来只因为蒋夫人的一句话。蒋夫人说啥了？说，连高志航都信不过的话，国军还有可信的吗？我想不明白。你有三个必死的理由。第一，战功卓越，你夺了空军所有人的风头。第二，你深得蒋夫人的信任，有可能取代毛邦初。还有第三，也是最致命的，毛邦初怀疑你通过许征掌握了他的命门。谢谢。不过我也知道，上海沦陷之后就该是南京了。南京可是一国之都啊，啊，真要那样，那咱们当兵的可就没有脸面去面对国民了。让我守南京，不用他毛邦初给我下绊子，老子也会亲自驾机。与其被自己人背后捅刀子，不如死在天上，死在小鬼子手里。报告，总队长，这是一封刚收到的电报。什么？啊，十三架苏联雅克战机马上就要飞到河南周家口。原定直飞南京的，现在天气恶劣，不知子柔兄有何看法？现在上海沦陷，情况紧急，日本空军正等着轰炸我地面飞机，此时不飞，等待何时？刚才委员长特意来电，让我俩商量一个完全之策。这个大雨确实不适合飞行啊，我建议等天气好转了再飞。帮初兄，这个等待的代价，你我付得了吗？子柔兄啊，这可是十三架战机啊！如果明知道天气不好不能飞，硬要飞，谁担责任？我看还是推迟飞行吧。通知发报，让他们推迟飞行。是。报告副总指挥，首批十三架 H-16 雅克机已经从兰州顺利抵达河南周家口。要是您同意的话，我想直飞南京。我已经发去了几电，你没有收到吗？南京在下暴雨，气候很恶劣，还是改日吧。你应该比我更清楚，上海已经失守了，日本的木更津航空队也悄悄地转移到了北平，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地面的飞机，这比气候危险。
我说高志涵，你缺战了。从八幺四之后，我就没想过要生还，那是莫无军纪。你要搞清楚，现在是我指挥你，不是你指挥我。 指挥官，到。今天不飞了。哎哎哎！到。他们是干嘛的？ 长官，这位是城里祥云阁的郭掌柜，这位呢就是祥云剑的高司令。哎呦，高掌柜，久仰久仰久仰！祥云阁这三个字是道光皇帝提的，也不是谁都拜的。听说您带兄弟来了，我叫大厨做了几道菜，还请您赏脸。哎呀，你们祥云阁那可是大馆子，我们这些穷当兵的可花不起这钱呢。高掌柜，您说这话可是打我的脸呢。 你们连命都豁出去了，我还在乎钱吗？我这是犒劳抗战勇士，这话我爱听。哎，这二位是？哎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！高长官，这是咱周家口最大的两位角儿。哦，你们这边吃着，他们那边唱着啊，让弟兄们助助兴，开开胃。 林站吧。南京下大雨，周家口飞机不能返回。在下一站等我。 5分前、南京から丸木教官を要請した高津班が、ソ連人から13機の戦闘機を得て、今、到着後にいる。我々は今回の目的は、奴らを全滅することだ。
情认为你是个优秀的人，但我错了，你是个软蛋，软蛋！我想飞，格里，我想飞。1937年11月21日，这是高志航殉国的日子。高丽良说，那天晚上他做了个梦，梦见爸爸回来了，进门就说：“我的小瘪犊子，爸爸把小鬼子打跑了，跟我去南京吧。”他笑着追赶爸爸，一直追到门外的大草垫子，接着他钻进了爸爸那架战机。他清楚地记得，那天天儿很好，太阳金碧辉煌。家在东北松花江上。